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日日感谢天父的看顾，时时感恩。诗篇121篇第7、第8节：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按今时直到永远。有一个人忽然走来找牧师，话就讲：牧师啊，紧替我祈祷感恩。头先我的马伫山路走出了路，马车翻身弄碎去，太过风险了。好彩我安全无事。牧师无出窑的笑笑的看着伊，这个人觉得奇怪，问牧师怎样安尼呢？牧师回答讲：我知影这是上帝的保护，不过我也要甲你讲，伫你出事迄条山路，我走过1000多摆，却从未有出代志。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保护。弟兄姊妹，咱往往是伫咧意外、脱危险时，才会感谢上帝。岂唔知神时时咧保护咱，咱却常常唔知影献上感恩。咱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每时每刻拢伫咧阮的身边，无分日啊是暝，保护阮。虽然疫情阁还未完全过去，虽然天灾人祸随时拢会通发生，但你要保护阮的性命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保护阮出入有平安。主啊，阮要时时献上感恩，危险时得望你的保护，平安顺利时也是因为有你的看顾。阮凡事时时感谢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